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把我的耳夹先摘一下。才到宿舍，才到宿舍，晚上好。谢谢。哎呀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就是说，打开了超话，看到那个光线，真的是，我到时候一定要，怎么这么突然？哎，他这个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？靠，加油，拜拜，加油，四级一定能过啊！我要先放个背景音乐。是吗？我没看到哎。晚上好。还可以关，但是我能看到你的那个，我刚才入场也看到你的。晚上好。现在的光，虽然说。也没有很好，但是比 Mini Live 的强多了。主要是因为我手机现在在充电，还没有电了。晚上好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。哦，你关的是那个，我说的是另一个。嗯，感觉今天画质有点差呢。有没有觉得？哦，对，我就说哪里怪怪的，原来是它弹幕的形状变了，气泡的形状变了。嗯，对呀，为什么呀？这个没，好像没变，飘屏的没有怎么它变长了，你们没发现吗？谢谢，哎，而且他的那个入场从上面出来了，好奇怪呀，好不习惯。谢谢，谢谢海海，荧光棒。哦，你的怎么还有这样的气泡呀？怎么做到的呀？为什么？对呀，好神奇，你这是什么定制的气泡吗？好奇。嗯。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的光线有点奇怪，朋友们？对呀，看得更费劲，而且它那个飘屏从我脑袋上面出来就，很奇怪。确实，你现在疫情这个情况很难很难，就是完全敲定下来。哇，是送这个礼物的时候，他这个消息会有一个这样的框框哎。谢谢野人园子，谢谢孤寡，谢谢海海，谢谢小团，谢谢十一，好好玩啊！我都想给自己送一个了。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特效框呢？好奇怪，好有趣。谢谢石老师，石老师有44只石狮子，夸夸我的口条。谢谢转圈圈的熊本，谢谢盘大地荧光棒。因为刚才现吐的吃饭都吃掉了，我再吐一下。哎，做一个精致的女人。哎呀，我像是嘴角出血了一样。人夜已深了，冻死了！谢谢小店的荧光棒。蹲蹲蹲了，蹲蹲蹲了。他们是会员吧？可能。我已经懒得锤他了，他在我心里已经。
哦，知道了，火箭筒了。一会儿等我手机充会儿电的再说，手机充会儿电，跟你们直播锤他。谢谢向日葵很甜的巧克力。嗨，晚上好。我先连一下这个小朋友，他的头像怎么是个可口可乐？一会儿再锤被锤。现在有人了吗 Hello? ？Hello，我怎么听不见声音？哦，我没开。哦，我没开。Hello，Hello。前面好，前面好，前面好。对对，我感觉你真的跟小时候没有变太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前面好，前面好。眼睛还是那么大。没有啊，贴假睫毛贴的吗？眼瞅我现在就给撕了。哎，前辈好！你在宿舍吗？这是？啊，没有，这是那个 KTV。哦。一楼的 KTV。嗯。挺好的，你在那边还适应吗？还好的。啊，挺那个，挺适应的，前辈。咱俩都没啥东北味儿了。怎么开始的？哇，前辈你也没变，我小。嗯我什么？小妹，我感觉你还是那么漂亮。不好意思说话了，就有啥不好意思？咱俩小的时候，哎呀，怎么不好意思？救命！确实是太多年没见面了。其实我就记得前面你那个你家的麻辣香锅可好吃了。哦，对，想起来了。然后我还记得，我就是零星。我奶奶做的是不是？对，可好吃了。我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，真的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第二口更好吃的麻辣香锅。完了，真的。然后我也好久没嗯。不是，前面奶奶做的太好吃了，我还想吃。对，是真的，真的很好吃。谢谢。谢谢前面的粉丝送你。你我想想，那个时候我是不是才上初中耶？不是，我记得应该是上高中吧。我就记得那个你总戴那个邓紫棋的帽子，就是戴一个一个被爆破。然后还剪那个糖纸，然后是好像是在给同学做礼物。对，天哪！啊，那都是我高二的时候了。啊，对，然后我记得你可能是刚从那个，你说你刚从合唱团排练完。对。天哪！你记得这么清楚，好家伙！还有那个咱们还一起玩那个石膏，就把它捅那个。你带我们几个小朋友一起玩儿，可好玩了。对呀，我就是因为我妈妈的那批学生，我好像真的就只记得你和那个。真的吗？太荣幸。还有一个小男孩，我就不说他叫什么了，就只记得你们。啊，因为就你们两个印象特别深，就是很乖，很可爱。不是，主要是因为长得太小了，就这么一丁点儿大。在我印象里，你还是就是那个特别特别乖巧，然后在那个国旗下，然后站得特别笔直的一个。下次去重庆可以去找你们玩了。快来找我玩，前面可以，不错。找玩意儿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我俩差多少岁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俩差多少岁，因为我不太记得他是零几年的。我是02年的，这可以说吗？哦、嗯，那也还好啦，对吧？我03年的，妹妹，一度尬住。嗯，不错，不错。加油！突然老干部，完了，害羞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嗯，行，行。
一整个冷住。啊，什么什么，喝啥呢？前嗯你是不是也老长时间没有看见过我妈了？没有看到过，但是我加范老师微信，我加老师微信，老师经常找我聊天儿。真的呀？我感觉他也没有变，他真的好年轻啊，老师，一点都不，好牛啊！我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你在现在，吃什么橘子吗？刚刚夏那个黄橘吗？火橘，感觉好好吃。来，一会儿我也去找一个。前辈，你唱歌好好听啊！我把你所有 B 站发我都给听了。天哪，是因为我妈分享了吗？是的，笑死。然后我就点着，就是全我全都三连了。谢谢你的硬币，我你可啥时候发投稿，我也去给你那个啥。不知道，我现在他还不让发我唱歌，他哦，而且我觉得哇，谢谢。我也好喜欢曾轶可跟那个魏如萱，好喜欢啊！嘿嘿，完了，又忘说啥了。对，哦，真的吗？哦，没事没事，他们说你推，我真喜欢你，前辈，不要心疼没有没了。有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也挺喜欢大他师的，太没逼事，我，我理解。我太喜欢你，前辈太你帅不是之了。前你还喜欢小高吗？嗯呐，我就喜欢，太帅了，前辈。我看那个什么直拍，哎呀，把我帅的，帅死我了。东北话出来了，好没事帅儿，呀，没事，大家都是100个推，能理解。我叫那几个，挺好。挺好。又不知道说那你穿啥。的挺暖和。豹纹哪个人呢？豹纹身上穿挺好。突然不知道，没事，我一会儿下播就跟我妈说，对，我俩是真的尬聊。好了，不尬不尬了。嗯我们是老乡吗？我们是啊。呢。嗯呢，必须是老乡。行，那你有啥事儿？你有啥事儿可以随时发微信给我，我罩着你。虽 然我也罩不住啥。他们，拜拜，待会儿还连聊，待会儿再回，你还有什么事你想说的嘞？讲给你听。拜拜。真好看，前面帅死我了，拜拜。哎呦，怎么不好意思？一整个不好意思了。拜拜，拜拜。你先撂，行，你先撂。哎呀，行，帅死我了，笑死了，太好笑了，真的是，太好笑了。刚连的时候，他还是一股台湾腔，跟我聊一会儿就变成东北味儿了呢。你那给挂扔那儿得了，扔那儿。扔那儿，天呐，他不说我真的，我就是一直在想，我是他上小学的时候，我是在上几年级？结果我居然都已经上高中了，我天呐，我鼻子居然差那么多，天，嘿嘿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太上头了，东北话，救命，回不来了啊，咋整啊，友友们？回不来了，友友们，怎么了？你是说尬的有的一拼吗？回不来了。哎呀，我本来有跟你说有老多老多想吐槽被出汗的了，但是我竟然因为槽点太多，不知道从何吐起。
先不管他了，一会儿拿那个武器削他去。削他，你们知道削他是啥意思吧？不行，我不想，算了算了，我就是，你知道他这个人吧，因为我很少主动去找他，一般都是他来撩骚我。如果我现在去撩骚他，那我今天晚上就完了，我就整个人栽那儿了，你知道不？我整个人就栽那儿了，太可怕了，我害怕。好不容易就是现在是一个逃离他的。今天他们不是在他跟小鱼在录那个哦，我们也录了那个在慢慢的靠近你，然后他在我旁边一直唱，我就在那唱想慢慢的远离你。一直给他往外推。没有没有，他发了呀，我没有自己拍，我本来想拍抖音，我一直就是找不到要拍什么，太难了，不知道拍什么了，人进入到了一个东北版的歧视，我想想，我那句分词好像还好，没有很东北，主要是，我去一直蹭不了烟火，将黑暗夜空划破，平凡的他也想平凡的平凡的安，好奇怪，可以可以。面具，假花都有啥？就都收都有啥玩意儿？说成了清华更没货迷的，湿了了鞋成掉鞋，心跳加速马上冷却。错误时间，错误地点，错误的，主要是东北话，我得把一些就是。那种文绉绉的书面语改成东北话的方言的那种土了嘎叽的话，但是我现在有点想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，只能把那个调只能把那个调拐过去了，那土了嘎叽的。你还是真算了，没什么好挣扎的。明天就走，哇塞，这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好好好，我一直想去那边来着，就是有点，但是小的时候去过，但是又总听说一些那边的一些那种灵异事件，又有点害怕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什么旁？哦。哎，你们的头像旁边怎么都有三道杠呀？太难为了，太难为了。哦，这样呀。这个男人不是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给我发了一个那个翻牌。没事，我肯定能想出来的。你就用十分钟写，我用一分钟就能回你。哼，只要没事儿。好，我就回一月。这么一来，这一点意义也没有。你的高声清早一直不断提醒着我，那我就回你屈原的原版的那个吧。小心翼翼，别让我看清你，那就我用来走下去。我把这首歌加到我的歌单里。别对我回心转意，这不是廉价的爱情，看着我对我说，哈哈哈哈，我啊，救命，
很还是还不太习惯前辈这个身份，反正就是。不过算一算，我也是。张老师文案真的假的？让我瞧瞧，让我瞧瞧。嗯嗯嗯。哎呀，天哪！你说那个露露猪吗？我跟你说为什么，因为我是描摹的，我是一点点描的。但是也不是完全描的，皇冠还是我自己画的。带飞机什么意思？看清你，看着我用力。你知道描多难吗？你知道有多难吗？我这个强迫症就是，其实那个猪缩小之后有很多细节它看不出来，但是我用给它就是放大了画嘛，然后就是它那个线稍微有一点前后粗细不一样，我都贼难受，就一点点描。你的，也不是，也不完全是。因为我毕竟不是那个专业的学生，我毕竟你们也不是没见到过我自己的，就是纯手绘画风的是一个抽象派啊。咱们是一个抽象派选手。但是我想想，我不是我们队最抽象的，对吧？咱早点睡。哇，元素吗？喜欢，那肯定是有星星、有月亮，或者是星球，然后或者是向日葵这种。啊，对呀、啊，说起来那几幅画现在还在我的包里呢，真的。我是真的有放起来。哦，对，宇航员，宇航员可以自己画。那倒没签名，我啥玩意儿让人签名，多不好意思呀。整的好像我是那个潜入后台的粉丝，多不好意思。对，我要让他们养成一个那个画完画自己在下面署名的习惯啊。是啊，我的小手表可可爱了，它会走路。哎，看不清呀，什么破玩意？应该还好，因为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也没有很东北味儿。我平时没有那么东北味儿，就是，可能他们也没想到那幅画会被盗用，应该也不会被盗用。以后我的防伪头像就是我用灯笼那张图也行，用都可以。哎呀，太多人画我了，我选哪个好呢？真的是，哎呀，就是这么受欢迎。谢谢不管的阎王。画你头像。哎呀，大家都好像都挺喜欢我。今天没有课耶，今天咱们是一个畅聊的环节，今天就不上课了。那倒没有，还是有这点自知之明的。我知道我不是杨姐喜欢的类，杨姐喜欢甜妹。杨姐那天可逗了，那天我们团建的时候，杨姐可喜欢，就是一直在想方设法跟张世云说话。夸你，好像是因为通告表上没有，但是他们说那个他们说好像要重新排。
你说的有道理啊，冲刺四六级培训班。嗯，我刚想说一些英语，但是你不知道说啥。但今天录歌的时候，我们那首歌不都是全英文的吗 ？I wanna play girls， 教资面试培训班，好家伙，我可以辅导一下你们的那个结构化面试啊。嗨，晚上好。你那个结构化面试准备好，然后课也是多熟一点，要会写教案。我不是甜妹，我也可以是。哎，对啊，面试好贵哦，才200多吗？我那天看好像300多还是。我就是我，哎，为什么价格不一样耶？对，我是百变凶。是呀，因为人物他是会比风光的情绪更好抓一点的。风光的话就是，很容易拍成那种糖水片的感觉，就是说，就是如果想要那种想拍出来有意义的话，还需要一些机缘巧合感觉。呵呵呵，不过我今天真的是试了一下那个 mini live 的灯光，我真的是看到了，你们应该也看到了超话的反图，我真的是，我到时候一定要好好调整一下那个光，哎，我都想自己带一个补光灯来了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就是唯一一张光可以看的是我稍微挡了一下头，笑死，到时候带个补光灯，背个补光灯去。怎么会这样呀，明明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舞台，他居然会安排这样的灯，很不理解。你们得提醒我，我可能会真的忘，就是如果那天我没有公演还好，如果有公演可能会更忙的，去不了你让他们给我开个直播。对，好像是可以稍微调点，虽然我看也不是，我看过他们别人的好像也是很挑角度的，就是有的角度那个光就是太死亡了。我都想就是给自己出一个分身，然后我自己拿个闪光灯给自己补光拍照。一些忍不住。坏的好人，哦，坏的好人，也可以呀，我还没有订歌单呢，就是说，但是我感觉好像我们队的就是笨迷 live 多少都会唱一下这首，刻在 DNA 里的，哦，哦，不错。人物七宗罪听起来就是很好搞。不动心，是的。不会打 call， 哎呦，地震了，是。对呀，坐在前排的会不会就是都会不好意思？因为如果是我想想就是离得那么近，我肯定会不好意思就是打 call 什么，好像一般打 call 打得比较嗨的都坐在后面。对，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我也会不好意思。那你最好一直别看我，你有本事就别看我。无语。那我没事，我不看你们，你们那个，那我不看你们，你们看我，就是，只要不对视上就不会尴尬，对吧？
起来，社交恐怖分子真的被传太恐怖了，笑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本来是他找到了一家很想吃的烤肉店，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真的是绕了一圈没找着，然后被传就是碰到一个饭店的人，人家就是人家在门口给自己饭店做宣传发传单的，他去那问人家另外一个饭店在哪儿，一边走一边问，每家都要问，我都听不进去。哎呦我的天，是呀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，但是他有的时候今天 mini live 本来想让他跟张世宇唱首歌，他都感觉害羞，笑死。在后台说都就真的是抑制住了100次想打他的那个想法啊！谢谢向日葵上太阳。你知道吗？他在那儿一直在那儿就是很欠揍，他真的一直在后台很欠揍。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小鱼听到了小鱼的声音，他问我弟弟你想不想吃毒气包，然后我说好呀好呀，什么是毒气包，好呀好呀。然后他说你想吃牛奶味的还是巧克力味的，然后我说啊牛奶味的吧，然后他就给我去拿了，我当时就是觉得笑死了。就是突然，对，就是咱这个在冷风中冻了半天的那个漏风大马甲，突然就是有个小棉袄给我披上了，之后笑死了。但是小鱼对小贝也很严，很搞笑，因为那个小贝就看到他给我那个吃的嘛，他就说你为什么没有给我，然后小鱼就说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之后被传就跑去抢小鱼的吃，太惨了。没被传就去抢小鱼的那个吃，然后小鱼吃完了之后，他又过来抢我的吃，救命！拜拜。我以为你卡了。对啊，刚才卡了呀，怎么了？嗯，骗我。你就是骗我，把你头，你人呢？你人呢？怎么样？你完了，走了。了，笑死了，他给我撂了是不是，他是不是以为我卡了，我在装卡耶，他可能以为我真的卡了，没有，我都没碰电话呀，他说他不跟我玩了，他说是这么说，我只求哦是有点卡针，有点掉针了。害怕他，怕死了，还以为他发了什么，我害怕他报复我呀，咱人怂。威严是什么？威严是什么？我怎么好像没有听过？因为这又是什么？哇，好高科技的那个入场，那个提醒。有一种科幻片的感觉，
这也好高级。哎呀，今天看他们总裁，就是说想到了我们当时，就是好感慨。过去几个月了都捐，我也过我自己背，呵呵，七到八百的，四个多月了，快五个月了。对，有一些感慨，又感慨不出来什么。快五个月了呀。就是觉得那种感觉挺好的，就是虽然很累，但是又蛮幸福的。因为感觉很，对哦。可能再经历一次都要再过两年两三年吧，是不是？唉，就是很多很多物是人非的感觉。明明也没有很久了，其实。然后我现在就是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等着他们的那个新公演的一些歌，什么时候我们别的队都能跳了。笑死，已经开始瞧上了一些啊，没有 emo， 没有 emo， 我是真的在思考，瞧上了一首菌菇的那个，哇，太好看了，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啥时候我们能跳？我们的要进去之后，别的想跳，对啊对啊，超级可爱的那个，特别喜欢。好想跳，虽然就是很难，但是就是很好看，而且他们的大哥说实话我也都挺喜欢的，救命，他们大哥有真的那个舞蹈都好，真的是好喜欢，给我馋哭了，咋的被传咋的了，他咋的了，你话说全会，他爱要不要，呵呵，真的是他还跟着跟我这耍上脾气了，呵呵，我都不知道的，呵呵，不知道呀，可能年后吧，可能要年后吧，笑死了，连了谁？让我听听，可以讲吗？这点儿都有谁在线呀？他能连谁？不会是连了张世云吧？哦。算了，不管他们。哎呀，就你老爱看热闹了，哪有事儿都去哪儿看一看，是不是？别回来了，去吧，别回来了。哎呀，天哪，这给我做的，哎呀，今天可真是冻死人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不是垫了那个鞋垫吗？结果我就是回来，我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粘到了我的袜子上，然后我一拿出来，他把我的鞋里边自带的那个垫儿也给拽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咋的了？不要我？不是你不要我吗？话没说明白呀。啊，刚才不是你先挂的吗？是你装卡我才放手的。我是真卡了，你是我这卡真了，刚才你信你个鬼，有事儿吗？补偿我吧，补偿，有事儿吗？补偿啥呀？那个奶茶火锅。
不是我的。哦，不行，我就要吃。补偿我。平时给你吃的给少了，保护费交少了，不够呀。保护费交的不够多，就一点，每天不够我塞牙缝。哎，你牙缝真大，该去补补牙了呗，川。那我需要先预支一年的保护费。没有，没有那么多。你就给我一箱就可以。做梦，做梦。你看吧，你就是不肯继续交保护费。咋的？必须交。我就不等，你能把我咋的？我就耍赖了，你能把我咋的？我就去你房间直接。去我房间干嘛？出街。直接去你房间打劫。我以后就是在门口安一个那个锁，安一个高科技的锁，爬窗子，就是能智能识别人脸。那我就跟着某某某一起进。给你厉害的啊！等会儿，我可以趁你们，就是说你在房间的时候，不是趁现在你还没换锁的时候，今天下播就去打劫。你信不信？我一会儿就把吃的都放仓库里。那仓库更好拿了呀。仓库都没锁，我放到一个不透明的箱子里。啊？我放到一个不透明的箱子里，那我就找呗。然后我藏到别人的那个堆里边，你就找不着了。我就不信你房间一点吃的都不留。我给你的少了，我今天我自己早上，你知道我多惨吗？我早上想做三明治，我找那个蟹柳，发现一个都没有了，一个都没有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的蟹柳？嗯，我没吃过蟹柳，你没给过我。没吃，那我自己吃的。你没给过我，你还好意思说张月明？你真有，你真有意思，你这人。张月明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我可没吃过一个蟹柳。那你也吃了别的东西。爸爸给女儿吃点不应该吗？那你给我交那个今天那个剧场阿姨还让你把你工资给我呢。我今天请你吃两个烤肠。哎呀，我给你还不行吗？我就不说，我就让你愧疚。对呀，女儿要孝敬爸爸，就是刚出来工作头几个月得给爸爸一点那个费用啊，回报一下。爸爸女儿，因为我是未成年。未成年咋的了？你现在有赚钱的能力了。那哪有，女儿心意到了就好了。今天的两个鱼丸，你给我啥心意了？鱼丸。你给我啥心意了？鱼丸。嗯，烤鱼丸。饼干。太贵重了，承受不起。我每天对你的打闹，就是说对你的关爱。预防。你对我的关爱是指哪种？是指勒着我的脖子。就是在帮你活动颈部，我怕你手机玩多了，肩颈不太好，是知道吗？你懂吗？谢谢你，你可真是个好人，太孝顺了，笑死我了。所以你看啊，外面专业的按摩师一次到100多，我这个免费按，你是不是得给女儿拿点？帮我脖子变长。我要被笑死了。唉，这些年的血和泪，我们也就一年的血和泪吧。致死量，这个致死量。谢谢你给我的致死量的罐。哎呀妈呀！那我要吃的，我想吃东西 ，Daddy， 我想喝你的奶茶锅。
你晚上没吃饱呀？我在睡觉啊，你忘了我在店里睡觉啊。那么多吃的摆你面前，你搁那睡觉，你装谁呢？晚上好。你怨谁？哎呀，别跟我这卖萌，我不吃这套，我跟你说。垃圾，人家要吃什么？不吃这套，不吃这套。吃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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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下了。那我们来玩游戏，玩个游戏吧。啥游戏？成语接龙啊。就是我们比谁先把吃的吃完。哎，把你吃你的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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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。Hold your hopes like a toddler, giving you a run around. I'm just a lost boy, not ready to be found. 主要是我以前没碰到过这种人。对，就当无事发生了。咱以前没经历过这些，不知所措。就是，对，就是他没有，他就是他经常就是给人没有拒绝的余地，你们懂吗？就是给我怼，给我整个无言以对，阿巴阿巴阿巴。你们怕什么？别怕，拒绝啥？拒绝那个通话请求吗？哦，行。因为我就是我也就是小的时候能跟我小弟打架，就我堂弟，他比我小两岁，我小时候能跟他打架。然后但是会打完的之后就会被骂，因为我是姐姐，我要让着弟弟。哦，这样呀。那张诗芸确实他会比较决绝，我也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听到他声音了，我也不知道播到几点。真的是，我每次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会感到害怕。就是有一天晚上，那个我室友他们在排练嘛，然后就是也是11点多了吧，就是突然敲门，我以为他排练回来了，然后我就正常的去开门，就是开完就是要回头，结果就是听到了被传的声音。然后当时整个人怕死了，你们懂吗？那种，然后他就把我就是打劫了，考好放好运来。学会拒绝。对，他就是会用最最最那个最可爱的声音，也没有很可爱了，就是说一下，没有很可爱，就是用那种声音，然后吓死人了。对，下次我应该搞个暗号，什么，你帮我录一个吧，虽然我不知道是啥，但是就是如果他抢劫的量不是很多的话还可以，其实还好了，就是反正就是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平时也吃不了，还好了，也还好。他咋下播这么早呢？累了呀。
那你早点休息，早点睡觉，明天化个美美的妆出门。没事，他少吃点还是可以的，少吃点还是可以，但是确实很暖和。这首歌我喜欢听，这种比较古老的歌，他会觉得我的歌比较老年人。谢谢，可能是因为这颗痣吧，不热呀。知道为什么我不摘吗？因为这种帽子戴上去就摘不下来了，它会把我的头压扁。我洗头了，我昨天刚洗完的。今天因为今天要做造型，我昨天刚洗完头，但是戴上去就摘不下来。说实话，看了，因为不知道梳什么发型了，就是想着，因为平时公演跳公演肯定没有办法披发，就是披发也会是编一编的嘛，然后就想今天就是弄一个简单一点的，就这样。但是那个光，早知道我戴帽子去了。应该没有很塌，就是，确实这个姐姐，对，我发质很硬，就是不太好造型。而且我平时喜欢做造型的那个姐姐不在今天。对，预祝敲锣打鼓，预祝明天四六级大家都一起顺利，过过过。过过过过过过先投币，笑死。不想剪头是为什么？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感觉我有点，我好像没吃什么，但是有点撑的，好难受。对，千万不要紧张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许愿啊，也算比较灵吧。对，我许的愿里边，可近几年以来许的愿里边唯一一个成真的就是进四八这件事情。这也太贵了吧，三六八。慢慢 dream， 慢慢 dream， 我也想暴富呀，谁？我们一起许愿吧。嗯嗯。和听力考试和下联。嗯，哎呀，真的是世事难料呀。天哪，真的都好贵。我那天去剪头也是收了我多少钱，我感觉像被宰了一样，结果听你们说好像也不是那么贵，我可能是对现在的上海物价有一些误解吧，还没有习惯上海的物价，可能是。张诗芸，你来了，张诗芸。没事，我就是有点怕他。没事，你可以进来，张诗芸。啊！是的。啊！但是很暖和。确实，因为你跪在了我的暖风上面。你还在直吗？你小心点，大哥。太胖了，卡着了。啥意思？卡住了，他卡住了。你这个。啊！他
了，变成卡住了一整个。嗯，啊，哈哈，我门都没关。不过你这个不许插出去，插出去把你们直播关掉。我来把门关一下，不然我走。这什么吃的呀？这是什么味道的？绿豆饼。这个呢？榴莲酥。你不想吃其他的吗？我觉得这边比较暖和，这好暖和，好喜欢。它这个锅还挺好吃的。晚上别吃了，听众们晚上别吃。我就吃，你管我。那个得离，得不能离地，它碰到地才会那个。谢谢海海的拥抱。有吃的吗？他也想吃，那我吃个绿豆饼吧。我你看那里都是吃的张诗雨，我们今天晚上把那一箱搬回去，我们就有吃的了。虽然但是被传这像是能干出来的事，有餐纸。榴莲酥吧，我吃一个。算了，不吃榴莲酥，吃绿豆饼。看小孩子小心蛀牙。说你的微博。我已经是大人了。真大。哪个？救命啊！我跟你说，不要让他在你的直播间。你知道他刚刚跟我连在那说什么吗？我下播一定要给你吐槽这个事情，我真的无语了。你选你口水喷我嘴上了。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会搞这种乱七八糟的。对呀、啊，张雪明跟他选在一起的时候和平时完全俩人。张雪明做这种平时根本不是这样。对他平时真的，就是他跟他选在一起说话就变得特别好笑。还赖上我了，还赖上我了，不是我黄牌警告，你应该对张诗雨黄牌警告好吗？不是我说出来的。我冷静一下。张诗雨，你知道他今天在我直播间说什么？我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我一定要跟你说，等我下播，我先吐槽一下他。我都害怕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连麦了。被传。被传是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确定没有？没有。你给我剪干净。你拿那个接着点，你别给我整一地。哎呀我天哪，整我手上了。嗯。怀念一些安静的地方。交养老费听着没？我跟你们说，还再吃一个。不准了！你再吃，你就进不了我房间那个，你知道吗？确实。再吃，你就会在我进我房间之前的这个地方被卡住。我想吃奶茶锅。奶茶锅是什么？那张伟明肯定不会给我吃的，因为那不是我的。你们吃牛肉吗？你问谁呢？你问他们呢？对啊，整的好像跟你家似的哈。不是啊，他们管被传的，真的。谁？我就不吃了，我有点撑着了，虽然我好像晚上没吃啥，我刚有点。张诗雨，要不我们再去吃一次？所以说只有胖的人在吃吗？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去吃海底捞吧。你觉得我可能会答应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我换手机吧。这是我的直播间，我要放歌。不行，听我的。你放啥歌呀？我好听的，你相信我。我不信。好，相信我吗？我不信。相信我。我不信。给我吧。没事，你有我手机会放你 iPad 响着。张诗雨，你怎么发出来？你怎么这样的？我没有问题，我没有问题了。不是我的被传听歌词比较一致吗？这是我们打雷姐的歌。他们说你像个恶霸。
说到最后，我是灭霸，打个响人家的恶霸。我是灭霸，打个响张月明房间毁灭。不是啊，是那你也在里面，是只有一半的人会毁灭。哦，那就是你，可能你把自己给打没了。无语，你这什么破歌？让我看你开锁玩泥巴。玩泥巴不长这样，不长这样，不长这样是什么？友友们冲啊！啥玩意儿你就冲了？什么？你要帮张月明给他的粉丝？不是，我密码不是那个。密码多少嘛？不告诉你。你告诉我，不告诉我是不是？你是要给他试老死机吗？我自己放。搞人类世界，我自己放。你要放什么？我在东北玩你吧。啊，别吧，求我，我也不想听。那我们听这个吧。你看，给我看点歌名，我看看能不能接受。张月明绝对接受。这首歌来着？啊，这。张一鸣跳一个，张一鸣跳一个，张一鸣跳一个，张一鸣真的张一鸣，来吧来吧来吧张一鸣，来吧张一鸣，哎笑死我了。你直播间都是这样不想话，我说不出话了，我就想找一个点进去唱一会儿。谢谢海海的荧光棒。当然你直播间怎么唱来着？Oh baby， 放心放心放心，我和你飘心。张月明教的，张月明那时候教我们整个十六期跳《夜行的黑猫》。为什么我都知不知道？我拉去的。这首舞又不是我教的，谁？因为我的下脚。他的是我教的，这舞是这是我教的，我教的是。你知道吗？张月明作词好了，来，请换两下代替，不要娇羞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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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你还会被我传染吗？我跟你说，就是、没有，只是因为他被我压趴了。我只能这样，笑死了。这什么好吃的？我还其实还挺喜欢这首歌的这一段，就是啊，这个糖可以吃。很想吃这个。我也想吃。我们吃过这个西瓜，品了不品了？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你的房间。因为咬不动，我牙要割掉了，救命！我牙要割掉了。嗯，去，好硬啊！牙口好，没事，我一天到晚吃这个。哦，含一会儿就好了。咳嗽会不会绿？有可能吗？有可能会绿。我像是肿了一样。我找一首开心的歌。我发现我跟你好像不太一样。什么？你这不废话吗？我跟你就是不太一样。我和手机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们的手机就是不一样啊。哦，想去海边可以啊，我也喜欢。你在唱什么呀？你没听过吗？嗯，就那个今天我唱那首歌，像下个天涯不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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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边来，反正那歌词里面有什么海边。对，现在会拿哇，这里边啊，怎么是酸的？对，我也发现了，跟我之前吃那个。我天哪！不过还挺好吃的。哦，大头拍你可爱的照片送我好吗？哦，这首没人听过吗？听过，听过。你别咽了啊，魏川。这是不能咽的，好像干啥？为什么应该也没有蠢到这个地步吧？话说，就是我不确定了。这就是一根光棒，是个炮，吹不出来多丢人。
哎呀，你他真的很操心我，就连做梦还做梦都梦到我。你别说了，你那天点香薰那个打火机是没还我。嗯。张云明的梦里都是我没有穿衣服乱跑，不是没穿衣服，而是像今天这样在冬天里面穿的很少。然后他大喊背出喊，把自己喊醒了。那不是很久没念了？对呀、啊，他念叨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帮我在梦里叫我，就那么一次。因为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，所以他记到现在，太感动了，太甜了。像我就根本不会。关于一些，但是我是生气的，而并不是担心你，我只是单纯的生气而已。你开心？比我生气还爽。你觉得呢？谢谢他，但是他现在还挺甜，我觉得应该再嚼一会儿，他才能那个什么。好，晚安，早点休息，拜拜。谢谢向日葵和太阳，谢谢小川。我可不可以再专心一点？要心动、哦。看不出来吗？救命呀、啊！我想问你个问题，离你远点。想问你个问题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谢谢，那就播到35吧。谢谢 ST Waiting for me 的荧光棒。我可以早点休息，明天四六级考试的加油哦。好的好的。晚安晚安。对，一会儿我下播还要看看。我要给你模仿一下张雨绮的片子。你知道吗？我前两天也是每天正拿出手机，真的是已经打开那个界面准备翻牌的时候，被传来了。对，被传就来了。真厉害，泡泡好大。看不见。我喜欢用双键打字。我试一下啊。破了。我会我会，我来我来，很好，我再试试。那怎么办？我觉得看背传就像。谢谢少的荧光棒。你不要告诉他，你不要告诉他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看不清。是的海边。所以张月明，你们到底给张月明寄了什么礼物啊？我想知道，他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买。谢谢泡泡的糖果。我不敢，哎呀，赵树云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在哪？就你后面那个箱子。什么？哪有箱子？这个？对。是啥？一个武器。这是什么呀？我猜到了。我想说你要打背水盘吗？不至于吧。啊，不至于吧。不至于吧。就这。有弹药的我还是懒得安，因为我怕搞得我们情绪到处。啊，这好好玩的感觉。我也想玩。拿出来。我觉得你不应该把这个拿出来说实话。我也曾想过的。谢谢张世云，你现在好了。还好张世云在。是吧？这里还是我们这里。一会儿干。是的，我给他锁起来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拜拜。考四六级的加油啊！啊？你看这个。拜拜。对，我也觉得比较方便。
没事，我可以自己出去捡，我可以自己出去捡一个，去楼下那个施工的地方捡一个就行。一个应该不够，我得捡十个。晚安，晚安。这张照片除了你，其他人都还行。你看你这张在干嘛？为什么？这是官方的照片吗？不是不是不是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拜拜，等等休息。他在干嘛？笑死我！那我还是要存一下的。以后我要注意表情，以后我要注意表情管理，就是时刻保持着善意假笑。拜拜。